上感觉，都不失望在白色的这光中。
到这个现场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慢慢的动动你的头，慢慢动动你的身体，动动你的手和脚，慢慢的张开眼睛，你会感受此时此刻的你是非常不一样的你。我给你一点时间，慢慢的回来。这个学会了带回家。我今天我真的是比较实验派的，就是学的东西要用，用不出来我就不会学，而且很简单，不要太复杂。所以谢谢大家，很棒的影响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刘，秀气的秀。那我比较建议大家直接不要叫我老师，直接叫我三妮就好了，阳光，好，阳光普照，比较符合我的个性，所以很简单的叫我三妮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习修光的课程是在1996年、97年就开始光的课程。那这个因缘呢，我可以欢迎你们可以到网站去看，我有写的很多故事在上面。我想今天呢，我就不再用太多的时间讲，我重点会分享光的课程。那我的故事，其实在座每一个各位，我想你们每一个都有很美的生命故事，都有。那我们今天呢只有2个多小时，所以也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分享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。好，那我简单的介绍，我今天会介绍光的课程是因为它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以前每天人家讲一句话或一件事情，我就会很生气，然后就怀疑那个人偷偷在讲什么话，不让我听到，我就开始怀疑他是在讲我什么坏话，是不是我常常会有这种情况，然后让自己常常处在这个喜怒哀乐，就那个情绪就是上上下下，对自己的身体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呢，就在一个无形中让我找到光的课程，我就一路走到现在，不断的分享，我自己还是不断的在进修，因为人生嘛，就是学习永远不停止的。好，那在我为了接下来的内容，我必须要请大家协助我。我们快速的哈，从这里开始，刘老师你就开场吧。为什么你今天想要来参加这个光的课程？是想得到什么嘛？我们就快速的，好吗？谢谢。让我知道你们的需求，那我会比较尊重你们的需要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我知道是来捧我场，谢谢。不是这个光哈、是不可思议的，一个研究的东西，我觉得我还不够，所以我今天是专程来取经，不是很少出席这种场合，不是专程，绝对是专程，所以我坐第一排。刘老师也是我的老师，因为他健康的知识，还有他就是这一行业的翘楚，
所以我也在跟他学习身体的健康。物质界的身体还是要用物质界，当然我们要全方位，我讲究是全方位。好了，接下来视频，好，明天我们要见面了。对，所以我今天真的是来捧场的。没有啦，对于光的我觉得我个人的对他的理解跟了解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多更宽广，就是那我就来了。谢谢。可这个麦克没办法拉，没办法就这样介绍。大家好，君姐其实我过去过好多次，可是从来没有看过刘秀老师，所以今天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来认识他，然后当然也从他开始，希望能够去了解光的课程，还有不同的解读，或者是我想背后我想一定有很多的这些生命启示在这里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晚安，我是陈老师介绍来的。觉得光的真的很不错，所以就来跟大家学习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就是不了解，想过来看一看。哦，小白来好奇的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是抱着好奇来的。对，有没有想要从这里得到什么？我希望可以学到东西。OK， 好，谢谢。上面好，我是 Benny， 因为我昨天才发现说，你是。被邀请到是内教书影会，对，那因为我是那个少林的姐姐，那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。谢谢，我今天不是来通电话吗？没有啊，你是？我是 Benny。Benny， 记错了，对，青怡吗？对，青怡是我们那边也是高材生，她很资深的，对，已经修到。我修到单指。单指能量是我们光的课程最高的级别。对，因为光的课程真的确实很不错，我觉得值得大家来学光的课程，往内看完，往内发掘一下自己，真的很棒的一个课程。谢谢。我是 Benny 的妹妹，对，因为是特别来听，叫她一定要留下来听。好了，之间有事情要先。你知道光的课程吗？知道，可是我没有上过，也没有，对，没有接触过。好，没关系。王老师好。我是书影会的秘书，姓曾，曾国祥的曾。那我知道老师的光的课程很棒，所以那多学习，多谢谢谢谢。我姓郭，我叫文静。光的课程我听说过，可是呢没有接触过。希望他今天会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。OK， 谢谢。今天都不是为了一本书来的哦。开玩笑。是他们有介绍过来，都来见习见习，看是什么呢？来感受一下光哦。好，谢谢。老师好，我是学过你们开的光。哦，开启光哈。那你们觉得很多人现在这边希望再多了解一下。光的感觉。谢谢。的怀恩，他有感受光的课程的。当年在南营的时候，因为怀恩的关系，他周遭朋友知道我是光的课程的分享者，所以也要求我在南营在怀恩家里也办了一场，所以怀恩当场也有感受到，所以他也非常想说让大家更了解什么叫光的课程。所以都帮我说完了，刚好。是的，每个人内在都有光。我今天是了解光的运用和光的。好，谢谢文静老师，谢谢。今天来最主要是平常在我正常看到我
照红光、照紫光可以治什么病啊？是吧？啊，所以我想说，应该跟这个差不多，所以就来试试看有没有对健康的帮助这样子。是。嗯，我是来观察看看。哦，观察什么叫光的特征？谢谢。这位先生。哦，那是他那个跟那刘老师所讲的光疗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大家都是来感觉的。请问我是好奇来的。哦，是好奇来的。我完全都不懂。OK。我也是好奇的。是好奇。七彩光，所以是不是想说来这边多了解光的变化跟感受？谢谢。那个宗教上经常谈到声光色，那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光体。既然是一个光体，我们如何来启发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让众生都能够享受？谢谢。好，大家有的人是对光不了解，不过没关系，很简单，光就是暗。我都不太习惯用麦克。其实光就是我们宇宙的大爱，就这么简单，光就是爱。所以呢，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其实有两个主因，一个就是你的灵魂一直想要表达的。渴望表达的一直没有机会，所以他那个很深的渴望会促使他再来投胎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灵魂有重修的课题，你不愿去面对的课题，所以这个两个主因让我们再来这个世间再有机会来做补救。好，所以我每一次都说我们会来投胎，会再来这个地球，地球就是我们灵魂的舞台，是一个学习的舞台。我们要在这个地球好好的去圆满我们的愿望、渴望，你灵魂的渴望，还有借这个机会呢，去平衡你的课题。每一次你在做一件事情或什么，你就回顾一下，为什么我老是在这里跌倒、踢到铁板？我们的习气、我们的个性，这就是要我们去习修的地方。修行其实在修什么？修你的个性。